有请我们的下一位选手。各位评委老师、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来自江苏农村茅塞尔大叔。那您今天来要给我们表演什么呀？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带来一团模仿秀。模仿一下正坐在我们台下的余维文老师的歌。以后你唱，以后我以后不敢唱了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老师，我在您面前模仿太紧张了，模仿的不像，请大家淡淡淡淡。好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，说句那实在话，我也有爱，常思念那个梦中的她，梦中的她。谁保卫咱祖国？谁来保卫家？谁？